各位亲爱的家人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探讨《道德经》里面的智慧与应用。我们要体会到是什么，要了解道的特征特性。 进一步，我们才有办法来具体学习。你要见贤思齐，你必须知道它有什么特征特性，可以让我们学习。今天这一两堂会偏重在让大家进一步了解道的特征特性。这一次的重点主要会放在何谓二元对立，何谓超越二元对立。 这方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看古今中外的那些著作，古今中外有留下来的这些盛典经典，能够讲到超越二元对立的，少之又少。 在中国，就是《道德经》有讲到这一部分；在印度，就是释迦牟尼讲到空那一部分。这是佛教最高的智慧、最高的境界——空，还有讲到超越二元对立。大家要了解，所谓的超越二元对立，这是。 宇宙也是地球上最高智慧的呈现，千万不要以为很容易呀、啊，不是这样。翻开人类的历史，像我们以前学习成长的过程，也会读中国的各种历史，包括地理历史、古代史、近代史、现代史都有。 还有外国的、国际间的、世界的历史，我们也都去研习。但是翻开人类的历史去看看，人类的历史竟然是一部什么？人类的历史竟然是一部战争史，这是很悲哀的现象。 人类是，竟然是透过不断的战争在厮杀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因为人类处在这个地球上，思维基本上的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架构上。二元对立的架构上，用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运作。 只要是用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运作，小单位就有小单位的冲突，它会从小单位的冲突逐渐扩大扩大，小单位的冲突、大单位的冲突，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冲突、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，还有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，都是因为二元对立的观念所形成。 这是一个从一个小家庭到大社会，到国家，到全球，都是这样。人类是用习以为常二元对立的思想在运作。能够讲到引领人类超越这个二元对立的，古今中外的，包括各种宗教或是那些圣者所留下的经典，并不多，并不多。 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。我们要清楚了解什么叫做二元对立，二元对立它的后果是怎么样，大家要清楚了解。然后了解道、法界、大自然它的特征特性又是怎么样，我们才能够从错误之中去校正，我们才会知道说。 怎么样校正我们那些不正确的观念？现在，请大家看第二章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。 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，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万物作焉而不辞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为弗居，是以不去。这一章有很多的重点，后半的重点。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现在重点我们要来剖析前面所讲的，为什么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很多的解释都没有解释到里面真正的深意，这方面也很多人会困惑啊，觉得你这个不实际呀、啊。 为什么我们知道美就变成恶呢？为什么天下人知道善恶这样不好呢？我们长辈师长不是都告诉我们吗？我们要分辨是非好坏善恶对错啊！我们要做做好人啊！我们要做正义之师，做正人君子啊！我们要做追求美的啊！这样有什么不对？这样有什么不好呢？ 为什么你老子要这样讲？这一段话很多人没办法理解，包括研究老子《道德经》的人，也很多人没办法真正理解里面的意思。就凭着我们个人的一些想象去推理、去解释，用从文字上去解释，真的这一段不容易理解。同样发生在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世界里。 圣经里面有一段话，圣经里面在前面的《已记》，好像创世纪那一章就有一段话，在里面，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，圣经里面记录说，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之后，创造了亚当、夏娃，有很多的果树，让他们生活在伊甸园。但是，上帝跟亚当、夏娃他们交代，园里面的这个庭园就是。 伊甸园就是天堂啊，极乐世界啊。他说：“你们在这里面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，各种果实、各种食物你们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种食物你们不可以吃，有一种果你们不可以吃。圣经里面有记录哦，上帝跟他们交代就是那一种分辨是非善恶的。” 果你们不可以吃，分辨是非善恶的果你们不可以吃。如果你们吃了这个所谓的禁果，就要把你们驱逐出天堂净土。圣经里面真的有这样的记录啊！两千年来啊，基督教、天主教的世界里边，对这方面就变成形成一个解不开的公案。 解不开的谜，一般人都会觉得奇怪：为什么上帝会这样交代？我们的老祖宗说，你不可以吃那个分辨是非善恶好坏的那个果，如果你吃了那个果之后，就要把你驱逐出去。一般人没办法理解，所以他就形成两千年来的基督教。 天主教的悬案公案，我们有一位学员，他本来是属于基督教的牧师，他是资深的牧师，而且他的资历又是来到培育牧师，也就是说，不是普通的老师，他又是在训练老师的老师，他是资深的牧师级的牧师。 后来，因为他不断的要去探讨、求真求证，他觉得在那个世界里面，他没办法找到他所要的。好不好？我们是不去论断，并不是说那个宗教好不好，而是他个人觉得在那里面，他没办法找到他真正内心里面的困惑疑解。结果呢，他就转向佛教去探讨、去追求。他又在佛门里面各大宗派里面都不断的在学、在绕。 也缴了很多学费，但是他后来他说他几乎快要放弃，几乎快要放弃。他在佛门里面又是接触了至少十五年哦，至少十五年，绕过很多的宗派宗教。他后来接触到我们所讲的那些资料之后，他很震撼，他一生用很多心血去追寻的，竟然在我们讲的资料里面课程里面。 都一一的解开他内心的疑结。有一次，他听课程，听听听到说：“哎，你竟然要讲那个有关于上帝这方面的事情，讲有关于圣经方面的事情，他就很惊讶了。他觉得这是我的老本行啊！你今天你竟然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以前很多方面我抓不出你的毛病，这一次我应该可以逮到你的毛病了。” 以前你讲的都是讲那些合乎科学的啊，我抓不出你的毛病。我现在应该可以逮到，因为这是我的老本行。你也不是什么牧师神父，你根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啊。他觉得他这下好，我洗耳恭听，我准备抓出你的漏洞出来，因为这是我的专长啊，我是专家。结果他听听听，听到我解析有关于前面圣经里面讲的这一段话。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体会，怎么样了解里面的深意？他听过之后，他说，他一方面很震撼，一方面他觉得两千年来悬而不决的公案，我们简单的几句话，终于把它解析开来。他很震撼，以前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，后来。 从《道德经》，我们解析《道德经》里面，他去体会到，原来是这回事啊！怎么回事？请大家继续看下来，《道德经》里面的第二章前面的这两句话，刚好可以解开圣经里面的那个疑解。不是圣经本身有问题，而是他这样的记录。 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，包括很多人看《道德经》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。那么现在就来解析：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这里所讲的是一般人。 是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去界定所谓的是非、好坏、善恶、美丑，但是在大自然里面，在道里面，在法界里面，是外向有区别、有区分。 但是没有人类贴上去的那些虚妄分别心的标签。花有大有小，对，是有大有小，但是人类却会贴上大的花才漂亮、才好、才美，那个小的花是不好、是丑的，那个是野草，是要把它烧掉的。 人类这样的分别，就在一体的世界、完美完整的世界里面，人类却把它切割开来，划分的四分五裂，让这个整个的完美的世界、完整的世界呢，变成为不断的厮杀、冲突、对立，并不是说上帝把亚当、夏娃赶出去。 那是一个形容，是说，如果你起的那些虚妄分别之后，你就会制造了很多的对立冲突。你的人生呢，会从和谐的世界落入冲突、对立不断的世界。这就是你从原来可以很温馨、很祥和、很和谐的世界呢，你就落入了苦海。 不是别人把你赶出去，而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，让我们从天堂落入苦海里面，从和谐落入冲突对立。老子就跟我们讲：，如果我们起的那些虚妄的分别心，在那里。 立什么标准？这个叫做美，那个这是丑，这个是好，那个、是坏，这是对，那是错，这是善，那是恶。你用自我去界定的话，这个和谐的世界、完整的世界就被人类把它切割的四分五裂。你就会活在很狭窄的世界，冲突对立不断的世界，这样就形成苦。而且这个社会。 家庭里面也会冲突，社会也会很多的冲突。很多人会自认为我就是好人，别人我看不顺的那个人就是坏人。我是正义之师，别人是邪魔恶道。他会把自己标榜为我就是对的，我就是善的，我就是好的。那个跟我对立的人，没有捧我场的人。 还在那批评我的人，就是坏人。真正很多为他好的人，会被他认为那是坏人。真正很多在帮助我们的人，会被他瞧不起。帮你在抬轿的人，你认为我高高在上？你们这些教夫，你们这是业障深重才当教夫。 那一种虚妄分别心之后，你的世界、你的内心形成很丑而、啊、你把世界也变成为很丑，但是当事人不知道，从自我出发去界定就会这样。你会把一个真正的净土、真正美好的世界，会变成为很丑陋的世界。老子就跟我们讲：“天下人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” 这个不是好事啊，因为那是会形成很多的虚妄分别，很多的冲突对立呀、啊。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别人的行为这样做，你就去界定，你这样是恶的，这样是不应该的。你看，往往这个之间，我们很容易形成我们跟众生在制造敌人，制造对立。 为什么别人不结婚，你就认为别人这样不行？为什么别人不谈恋爱，你也认为这样不行？为什么你会有那么多的标准去界定别人这样不好、那样不对、这样不应该？人常常很喜欢用我们的自我标准去界定别人。 当事人被我们界定的人呢？他内心服不服？不服的，他不服的。我们从外表去看别人这样作为，认为你这样不应该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不对，去责备别人。但是当事人，他不觉得我这样不对呀、啊，不觉得我这样不应该啊。我的作为为什么你要来论断？ 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这样不断的酝酿、不断的累积，包括家庭里面，小孩子很多的作为不符合父母亲的原先预设的框框。小孩子的行为本质上，我们讲本质上并没有错哦，并没有坏哦，他只是不符合父母亲的预设立场，父母亲就认为。 你这样做不对，这样做不应该，你这样做不孝顺。结果呢，让纯真的小孩子他变成为要去调整，甚至慢慢去挤压、挤压，变成要符合父母亲的那个框框。为什么亲子之间会有很多的代沟冲突，都是因为这样。 也许有的人就会起怀疑了，那难道这个世间就没有是非好坏善恶吗？会不会这样的质疑？会不会很正常？很正常。对这方面还要对大家有个交代。我先喝口水再交代。<laughs> 请问我在讲课的过程中，突然中间拿。 水上来喝，你说雅观不雅观？没感觉，你是不是麻木？我这样突然拿水起来喝，这样好看不好看？ 还怪，<laughs> 不要巴结。<laughs> 好，如果你觉得不好看，你就把中间这一段剪掉。 如果我们制作的人没有把它剪掉，你遇到这一段，请你就把它停掉，把它跳过去。如果你不喜欢看的话，你就把它跳过去。OK，不要去论断说啊，我这个人他在讲经里面，然后他突然喝水，这个不应该的，这个不雅观的，这个没有接受什么严格训练的。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哦，他整堂课哦，他都不会喝水的。 好了，众生内心里边，我们都有很多我们的预设立场，有很多我们的药，有很多我们的框框，而、oh, 我们常常拿着我们的框框去套别人。只要别人不符合我们的预设立场，我们就认为别人是错的、不应该的。更严重的就是认为别人是坏人。 给自己制造很多问题麻烦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有看到吗？世上本无事啊，庸人自扰之，就是这样。本来我们可以过得很清闲，可以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。 可以过得很温馨、很和谐，但是人那个自我常常就是不甘寂寞，在没事的世界里面就要惹是生非，在温馨和谐的世界，他就要制造很多的冲突对立，这样才显现出我的存在价值。我要显现出我的正义感，才能够让人家知道。 我存在多么重要，但是要知道，这就是制造苦海，制造冲突对立。家庭里面的冲突也是如此，小单位的冲突，大单位的冲突，只是表象不一样而已，本质都一样。包括我们自己内心的冲突也是这样。 那我们现在要了解一点，到底这个世界有没有是非、好坏、善恶？有没有？有，有，跟我们去界定别人是非、好坏、善恶，有没有相同？不相同，大家要分清楚 我们用个人的标准去界定别人的是非好坏善恶对错，这是一回事。这是我们个人的标准去界定，当事人不服的，因为他觉得我的言行、我的作为不是你所想的这样啊！你误解我啊！你根本不了解我啊！ 实质上，实质上是有是非好坏善恶对错，实质上是有。但是要知道，实质上是每个人的作为，它呈现出来的是非好坏善恶，它自然有它的因果律。因果律，这是宇宙的法则。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，你种善因就会得善果，你要怎么收获你就怎么播种。你播种善因得善果，播种恶因就得恶果。你种玉米几个月之后，你就可以丰收玉米；你种的是稻米，几个月之后它就丰收稻米。你种的是。 苹果，两三年之后，你就可以有苹果可以收获。这个叫做因果。如果你懒惰、懈怠、不耕种、好吃懒做，后果就是贫困、贫穷，没什么东西可以吃，或是要去看人脸色。这个是因果。 是有因果，我们为什么不让每个人让他自己的作为，让他自己负责呢？老子是希望我们，你不要去界定别人，但并不是说他去杀人放火，那个就不是坏事。他杀人放火，要知道这个是有他的因果。 实质上，他做出来去伤害别人，这是恶的、不好的，但他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他作恶之后，他跟众生结恶缘，他的人生就会越苦越苦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行为实质上的是非好坏、善恶对错，我们让每个人。 他去自我负责。我们不要从别人的行为外表就去论断，就去界定别人。包括看到有人在同性恋进行同性恋，那你就用很高的道德标准，那是不应该的，那是违背伦常伦理。你很有正义感，但是。 你有没有去看到当事人他们的情况、他们的需要？你有没有尊重他们的选择？如果以我而言，好，我看到同性恋的人，我不去论断说你们这样应该或不应该，好或不好，我只能够说尊重你们的选择，尊重你们的选择。 包括一般世俗家庭婚姻相处几年之后，如果他觉得处不来，他要离婚，离婚，我会劝你三思，慎重考虑，但不会跟你讲，你绝对不可以这样，绝对不可以那样。顶多我提供意见让你参考，但我会尊重你的选择。每个人他的作为，我们要尊重。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做自己生命的主人。你做什么，我们来选择。选择之后呢，我们为我们的选择来负责。如果你本身能够这样的话，我们自然呢会尊重每个人的作为跟选择。尊重非常重要，不要虚妄的下论断。 因为虚妄的下论断，就是很容易制造冲突、对立、痛苦，会一直形成在恶性的循环里面。你这样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这样来对待你，彼此进一步进入到恩恩怨怨、没完没了的世界里面纠缠不清。所以，我们要提升上来。老子希望我们。 提升上来，不要用自我去界定别人。现在，请大家看六十二章：“道者，万物之奥，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宝。美言可以世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气之有？故立天子。” 治三公，虽有拱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进此道。古之所以贵此道者，何也？不曰求以德，有罪以免也，故为天下贵。这个每一句都非常棒，都非常好。 真的是非常高的智慧，我很佩服老子，就是他竟然能够讲出那个超越二元对立的智慧出来。他把大自然、宇宙、法界、道的特征特性这么清楚具体的描述出来，我很震撼，也很佩服他。我们现在来挖宝。 我们要学的就是学这种高等的智慧啊！重点这三段、这三句话，我们现在来看：道者万物之奥。这个前面我们都已经陆续有讲过了。这里就是说道，老子所讲的道，这个道呢，就是万物万有一切的总源头。 这个“傲」，就是它的总源头，道是万物的总源头，万物生命的来源源头。这个“道”它呈现出来的特征特性是怎么样呢？善人之宝，不善人之所宝。这一句话，如果你没有超越二元对立那一种观念的话。 你会觉得奇怪呢？为什么道它是善人的宝？为什么不善人也要保护它？为什么道也在保护不善之人？这个，如果你没有从实相去看的话，没有看到大自然它呈现出来这个实相的话，真的你很不容易了解老子《道德经》它的深奥就在这里。 文字没字，你看起来好像都看得懂，但是它里面的深意，很多人就是会反映没有真正看懂里面的深意，或是里面讲的很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他的言行，那个言行出来与《道德经》里面所记录出来的这一种词句，跟一般世间人习以为常的这一种思维层次是很大不一样的。 后面我们都还会陆续再解析开来。你如果没有从实相去看的话，哈，你真的它里面很多的词句，跟一般人的那一种习以为常的运作思维方式，有一百八十度相反。那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讲，那你就会觉得啊，那个不切实际呀、啊，那谈空说玄呢，不是这样。老子讲的都是高等智慧的实相。 我们再看第三段：“人之不善，何气之有？”老子又再强调一次：“人之不善，何气之有？”这个都是在破除我们那些二元对立的心，破除我们那些虚妄分别心，因为。 虚妄分别心，我讲虚妄分别心了。虚妄就是你的那个分别是非好坏善恶哈，是建立在虚妄的认知、错误的认知、观念之间不正确的情况之下，你所做的论断叫做虚妄分别。这个虚妄跟真实，也就是说跟真理实相是有很大落差的，是不一样的，并不是说道理里面没有是非好坏，没有善恶。 不是这样，而是说我们所用的虚妄分别的话，你就会把生命变得很丑，把这个世间变成冲突对立不断。老子希望我们，你要学到高等的智慧，你要超越、跳脱出那一种过去习以为常的观念、认知、论断，你要去看到法界、大自然呈现出来是超越所有二元对立的。第二句这里就提到。 道，那是善人之宝，也是不善人之所宝。为什么？善人之宝，大家比较容易体会。我们先讲这一句话，因为一个人体会到道的奥妙，你会了解，原来道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原来道是我们的天地父母。这时候。 你就会像一个小孩子，流浪找不到父母亲的小孩子，他终于回到家了，被父母亲找到了，啊，回到家了，那一种回到家，回到父母亲怀抱的小孩子，那一种情况，他会很喜悦、很快乐、很安心。对，如果你真的认识到道，找到道，那你会很快乐。 很安心，很喜悦。也就是说，这时候你就像得到很多宝的人。世间的荣华富贵，世间的金银财宝，跟你所得到这些宝呢，不能比的所以叫做善人之宝，道是善人之宝，毫无藏私，毫无隐藏的，都呈现在大家的眼前呐、啊。 问题是你能不能得到它？那就看大家你有没有去认出，有没有开启法眼智慧眼，你能不能去认识到？如果你能够逐渐认出来，那你就能够逐渐得到道，而且呢，得到很多的宝，与道合一。道是善人之宝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。为什么说？ 倒是不善人之所保。要知道，这里所讲的不善人之所保，这个不善人，我们分成两方面。第一个，最主要要破除的是，我们从自我出发去界定别人是坏人。你要知道，你界定别人是坏人的那些人呢？ 有时候我们甚至内心里面还会诅咒啊！你哦，要不得好死哦！你会得到天打雷劈哦！你会疼死哦！你会怎么样哦？我们会去诅咒别人，对不对？各位可能多少都有犯过，<laughs> 我们恨得洋洋的牙痒痒的那些人，我们就希望他你早赶快早死啊！你会得到报应啊！你会得到天打雷劈呀、啊！但是要知道。 那个坏，我们认为的坏人，他是真正的坏人吗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你问对方，如果说我是一个客观的第三者啦，你们认为他是坏人，你讲出很多的理由说他是多坏，那我去问他，人家说你多坏，你是坏人，你承认吗？我死也不承认。 对方才是多么可恶，对方多么坏，会这样。第一个，老子要破除我们你认为的坏人未必是真的坏人。你认为对方是坏人，你希望他早点死掉，但是偏偏老天爷还是要平等的对待太阳。 还是一样平等的对待，空气还是平等的让大家呼吸，土地还是一样平等的让大家奔跑。这个就是天地父母一样，你认为的坏人，天地父母还是一样平等的爱护、照顾他、保护他。 甚至有的你恨得牙痒痒，想要伤害他，天地父母还是保护他，有时候给他有个藏身之地。不善人之所保，并不是老天爷、天地父母专门包庇坏人，不是这样，而是那个坏，是因为我们虚妄分别心去把他。 制造出来去对立出来的，老子希望我们要把这方面的希望分别心要粉碎掉。你要去看到法界是这么的，无我无私，没有任何偏袒的普爱一切众生。我们能不能学到这方面的大爱？刚才讲说不善人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。 我们向人家界定的。第二种呢，他是真的，就是去杀人放火，造很多的坏事。这方面的人，社会上会有法律的约束，会要制裁这方面的人。不错，但是你要知道像这方面的人。 我现在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，这个天地父母就好像我们现在把它缩小到一般家庭的父母，父母亲遇到家中有这样一个叛逆的小孩子，去杀人放火的小孩子，为人父母会很伤心，我可以了解，会很伤心、很痛心、很失望，甚至在生气的时候也会诅咒、会骂。 如果早知道的话，当初就不要把你生出来。但是早知道那已经太慢了。小孩子他很多的言行行为让父母亲很伤心，但是要知道，这个小孩子只要他愿意改过向善，愿意浪子回头，父母亲会不会给他们机会？会<对>，会的，会的。 父母亲总是会设法一次一次给他机会，让他可以改过向善的机会。很多人在社会犯了刑、造了恶、犯了刑、伤了人，到监狱里面一样，辅导的师长也会设法让大家可以有因缘，可以改过向善，可以逐渐的好起来。 面对这样做很多恶事的人呢，道还是一样保护你，给你有成长的机会，给你有改过自新的机会，给你有成长的空间。我们在座很多人为人父母，如果家中有这样的小孩子，叛逆的小孩子，大家就可以体会，我们总是会给小孩子机会，希望他能够。 改过向善，还是会保护他、爱护他，从中呢，再透过各种因缘来启发他、协助他成长。大家可以体会，为什么不善人之所保？道还是一样爱护他、保护他。人之不善，何其之有？所以要知道，在法界大自然里面。 再坏的人，法界还是包容他、爱护他，给他有痛苦的经验之后，能够从痛苦之中有机会去体悟、去成长。这是真正造恶的人。很多本身不是坏的人，而是被我们界定的人呢？被我们一般用自我去界定的坏呢？法界一样。 是平等的爱护，平等的呵护。你认为不善的人，人之不善，法界不会遗弃他，不会抛弃他。就算你这个小孩子被从家庭里面把他赶出去、甩出去，他被赶离出家庭之后，法界、大自然还是给他有。 生存的空间，他赶出家，他就算流浪到公园，公园还是天地父母的家，天地父母还是爱护他，给他可以存活，这就是天地父母的大爱。你把他赶出去，天地父母还是一样给他机会，爱护他。 没有遗弃他，就算一个人他因缘尽、命中死亡的时候，家人把他抬出去，法界还是一样爱护他，让他安息。这就是天地父母的大爱，超越所有的二元对立。我们下一节透过幻灯片来理解、来体会。 什么叫做二元对立？什么叫做超越二元对立？很重要，我们通过幻灯片让大家更清楚的体会。不要忘了继续观看。OK。